今天呢是7月30号啊，7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也是星期五啊，所以今天呢会同时收日线、周线和月线，算是呢在交易系统上面呢比较重要的一个交易日。那今天呢，我们午间的直播主题呢叫亩产多少斤？亩产多少斤？我觉得聊聊亩产多少斤呢，一个是讲一点常识，对吧？亩产呢究竟是多少斤？第二一个呢是亩产究竟多少斤比较好啊？这里头是不同的两个层面，对吧？一个是常识啊，讲土地的产出的能力；另外一个呢，指产出的质量和产出的效率、产出的性价比。因为同样的斤两啊，可能呢它的价值也是严重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跟股市呢，其实还是很有关系。一个是常识啊，另外一个呢是品质、性价比。那么从今天 A 股的走势来讲呢，既符合近期运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题材操作呢特别凶，非常凶，无敌的凶啊，这是符合呢近期市场的一个操作思路的惯性。很集中就集中在呢偏上游、偏新能源偏半导体等等这样一些。那今天呢最风光的呢，当然是新能源，这个主要呢还是跟这个电这块的使用有关系这是新能源这部分非常强。但是今天呢，也让我们见到了之前呢一直在推演的，就是老的。上一次的这种被捧到天上去的在神坛上面的这些票在今天呢出现了集体的一个下杀，这个呢就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也是稍稍呢有点意料的地，这个意料之外的地方，就是你会知道呢，他们一定会慢慢的走弱往下走，那同时呢，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出现了这种崩溃的状态但今天呢，就是破鼓被人锤就是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杀。那这个下杀里面呢，包括呢像白酒，我之前讲过，白酒呢它是两面都很突出，它有很强的地方那么在强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它也有很脆弱的那一面所以白酒的下跌呢是不意外的，无外乎呢就是它脆弱的那一面开始呢体现出来。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人性的那一面又再次呢体现出来所以呢，即使是白酒、茅台、五粮液，照样被锤这个呢是不意外的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被捧上天了，总有某一天会被掉下来，哪一天不知道，但是呢，总是会掉下来，还有呢，总是会被取代这个呢应该是规律一个呢是捧到天上以后，你总有扛不住要掉下来的。第二一个呢，总有人要替代你，要取代你，要成为那新的这个叫时代的宠儿，市场的宠儿，这都没办法，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除了说酒出现了明显的崩盘状况，就是杀跌破位以后的杀跌，是一种真正的启动的一个杀跌的一个状态。那么像药这里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杀跌，性质上面来看跟酒是一样的主要呢像麦醉这些，对吧？也非常的贵，像医美这些，还有呢像牙科、眼科这些，都是呢非常的贵都是呢在新的这个政策环境底下，不一定呢有生存空间。就是他的这个投资逻辑呢，可能会被证伪或质疑，所以呢，出现下跌也是这个合情合理的。第三一个呢是在周初还是在上周的时候呢，我做过自我检讨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能够把市场一个阶段炒作之后形成的估值体系，当做一个新的并且是稳定的估值体系。这个呢，我前段时间已经反思过了。那这个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呢，就是说这一轮的调整，
调下去以后呢，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它不一定会很快的形成，调整之后的修复，就是不是说跌下去呢，很快的它可以弹回来，而是说跌下去的同时，它代表着过去的这个估值体系是不成立的，它只是在某个阶段占据市场的定价的核心地位。这个呢，这个前段时间呢，我有在直播的时候检讨过，对不对？在群里头呢也聊过，就类似于恒瑞啊，或者说类似于海天啊，我当时举了这些例子，反复的炒，初期确实是有这个有眼光就是发现了价值后面呢是价值呢逐渐的体现被验证，被市场的追捧，再后来呢是成为价值体系的基准成为参照，然后呢再一路的拔高拔着拔着拔到大家都觉得哎就得这样的时候，突然之间它开始呢往下走开始呢又出现了这种价值的正轨就是值不了这个价钱。那么为什么说值不了这个价钱呢？就是它遇到了对手了，对吧？首先呢就是它成为呢资金追捧的对象，大家呢都往这里头挤的时候，那它这个呢享受的估值水平是可以比较高的，对吧？它有溢价甚至呢它因为有确定性有抱团，这样的话呢它的估值体系呢是水涨船高。那么在去年和今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首先是遇到了挑战，就是新的竞争对手会跟它争夺资金，而且新的这些品种呢涨得更凶，比它更猛就是讲这个投资回报阶段性的，那他们比你更有吸引力这个小鲜肉你这都属于老腊肉了，对吧？所以呢你会看到呢资金被别的抢走吸引去追捧这些东西第二一个呢就是它自身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确实呢都是会面临一个这个叫增速上面的下降是跟人一样，对吧？人我们看小时候的时候呢刚出生特别脆弱然后呢中间呢有个阶段呢就是特别的生命力顽强中间呢还有一个阶段呢是挡不住的往上涨，对吧？少年青年然后进入壮年之后呢就稳定了，对吧？再往下走呢就开始哪里都有问题了就这么一个阶段。他同时呢遇到一个是新的挑战值把资金呢抢走了，第二一个呢是自己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他对市场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在下降的。那第三一个就是赶上了政策环境或者说气候环境出现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